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A 是实数了，按满足这个方程，他要你求最接近 A 的整数多少了，那我就把那个 A 好把它平方平方出来，这是根号 A 呢等于多少？移过去嘛，根号十加上根号五，然后平方 A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平方，就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是15嘛，啊加上 2AB。二乘以呢根号多少？这两个相乘是50嘛，就25乘以2，哦50。哦，那这个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等于二乘以呢五根号二，所以就是15哈、哦，加上10根号二。我们知道这个根号二大概多少？根号二的话大概是1.414。哦，1.414，所以是10根号2的话呢，就是约等于多少呢？ 14.14 啊，所以是约等于多少呢？ 15 加上哦 14.14 嘛，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 29.14 啊。好，最靠近 29.14 的那个整数是多少？就是29嘛，所以答案是29啊。最靠近呢这个数的整数就是29，所以答案是29。